人嘛。我再坐啲。好，唔該曬。好啦。好，唔該曬。咁啊，唔該曬同事。各位傳媒朋友，各位香港市民，大家好。今日我哋民建聯懷著一個好悲憤嘅一個心情，嚟到我哋日本領事館咧，做一個請願行動。我哋對於早兩日日方政府去宣布嚟緊星期四聽日就去排放福島事件嘅核污水落去大海，这个举措对于我相信来讲，对于全球，我们全香港，我们人类都面临同一个威胁。所以我们今天民建联来到日本领事馆是做一个请愿行动，是谴责日方政府这个行为。刚刚我们接收到消息，就是最快在明天中午12点就会正式向大海去排放这个核污染的水。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全球，我们全香港市民都是非常之关心的。所以我们今天也都有我们18区的兄弟姊妹，我们议员干事来到这里进行一个请愿。在这里也都有我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黄俊石，他代表我们立法会议员是出席。我们知道福岛核事件这个问题一直都是社会之间是充分去到非常之争议，对于日本这个举措，直到早两日日方政府去来紧礼拜四就排放这个核污水，这个不单止其实是影响去日本一个地方，我相信对于我们香港市民，我们全世界人类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十八区的兄弟姊妹，民建联的议员干事都带着一个民意在这里向日本领事是反映，表示我们的担忧，表示我们的愤怒。在这里我们首先我们有请我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黄俊石，我们讲几句。好，唔該曬姚明，各位市民，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相信大家都知道，日本政府公布最早去今個星期四，即係聽日開始排放福島核污水。我哋民建聯強烈反對日本政府決定將核污水排海呢個決定。我哋認為呢個嘅做法係極不負責任同埋自私嘅，亦都嚴重破壞海洋生態，威胁住我哋各国人民嘅安全同埋健康。对于日本政府不理会国际社会嘅反对，一意孤行，坚决将核污水排出大海，我哋表示愤怒同埋愤慨嘅。自从日本政府公布排放核污水起，多次妄图淡化呢个嘅事件，包括妄论核污水可以为饮用水同埋排海对人同埋环境所产生嘅放射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事实上，福岛第一核电站港湾海域辐射元素式已经系超标180倍。我哋可以去见到日本国内民众对排放核污水反对嘅态度，都可以見到他們是幾咁反對這個事情。日本政府的行為可以講得上是與鄰為敵，禍及全球。我們民建聯再三強烈譴責日本政府不負責的行為，並且要求日本政府必須展示一個國際社會一員應有的責任和擔當，盡快取消有关排放计划，避免祸及国际海洋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损害周边国家地区人民的福祉。我们亦都期望日本政府可以尽快释出善意，同我们周边的地区
同埋國家去進行一個交流同埋互動，去解決呢一個嘅問題。以下時間我交翻俾同事。我相信咧，日方政府咧呢、這個做法咧係極唔負責任、極自私一個行為嚟嘅。咁喺度咧，我哋都有請咧，我哋有啲係從事旅遊業界嘅朋友去到講幾句。我哋林心廉，唔該姚明，我係林心廉，咁我係從事旅遊界。咁其實喺較早前咧，日本政府咧喺六月份嘅時候咧公布有呢個計劃嘅時候，其實喺香港旅遊正啱啱復甦嘅時候咧，其實就一盆冷水倒落嚟，話俾我哋聽，我哋香港人唔好去日本啦。咁我哋喺業界入面咧，其實好多唔同嘅持份者都會從事呢個市場。日本都係香港好多遊客喜歡去玩嘅地方。咁同埋咧，我哋都收到好多日本嗰邊嘅從事旅遊嘅行業嘅人士，佢哋都提出咗佢哋嘅擔憂。咁而家啱啱喺呢個最近嘅情況，就係收到啊，聽日就會排放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啲團隊喺早幾日過咗去嘅時候，佢收到呢個訊息嘅時候，佢哋都會有啲愕然同埋擔心。呢、這個呢都係我哋後續我哋都要去跟進嘅嘢。同埋我哋係點解要嚟譴責日本政府，就係明明係有其他方案，可能係貴啲，但係佢算咗一個最平嘅，害到最多人類嘅，害到全球嘅。我哋呢個係我哋最睇唔過去。如果佢真係冇犯法嘅情況之下，我哋仲可以接受，但是明明是仲有几个方案，在科学家有几个方案，点解佢可以投资军费，唔可以攞呢啲钱去解决呢个核污水嘅问题呢？呢、這个就系我哋民建联点解今日我哋要嚟到呢度啊，同各大嘅市民要话俾佢听，我哋希望日本喺未发生前要悬崖勒马，马上改变佢哋嘅主意。好，喺度咧，我哋。繼續，我哋有請我哋莫家俊老師啦，係講幾句。好，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我係民建聯灣仔支部嘅莫家俊。今日咧，我哋喺呢度咧係強烈反對日本咧去將呢啲核污水排出這個太平洋。大家都知道咧，喺自從2011年開始咧，這個福島第一核電廠咧嘅核污水咧已經累積超過130萬立方米嘅核污水。而且佢嘅呢個計劃咧，並唔係一個短期計劃，係將會連續30年不間斷地排出。今天咧，日本政府咧向我哋宣稱咧，就話呢個核污水係能夠飲用，甚至乎咧係冇影響。但係30年嘅時間，佢話經過嘅呢一個先進嘅過濾器當中，會唔會出現任何嘅問題呢？而且日方今次嘅排放污水嘅措施咧，係選擇排放咗之後，再喺嗰個 mix 松嗰度咧，去採取呢個水板咧，去進行驗證。咁基本上咧，如果一旦佢嘅過濾水係冇實現到嗰個 filter 嘅話咧，基本上咧出咗去咧就已經流到呢個太平洋。咁而另一方面咧，今次呢個報告當中講到好多點咧，其實都係令人質疑嘅，因為佢入面講到咧，利用咗4種不同嘅生物咧，喺啲海底嘅底層生物咧去進行一個試驗，但係佢全部咧都係利用一啲已經成年嘅蟹或者係比目魚或者係藻類，但係喺呢啲核污染當中嘅包括咗鈽啦同埋硒啦，其實佢哋主要咧係對於一啲幼體咧嘅影響更大，而透過食物鏈咧係將會不斷咁樣累積落去。咁所以今次呢個報告係咪真係能夠反映事實嘅全部？而且更加重要一點就係今次我哋見到 IAEA 嘅呢個報告咧，所採取嘅水嘅樣本咧係由東京電力公司提供嘅。咁所以最後究竟呢個結果係唔係真係令到世人信服，而我哋係真係可以相信佢排出去係對世界冇害咧？呢個係一個非常大嘅質疑。所以我哋今日民建聯咁多區嘅兄弟咧係走出嚟，係希望站在我哋全球一份子、地球村一份子咧，係強烈反對呢一個核污水排海嘅呢一個個案。其實呢個核污水咧，佢有好多種不同嘅辦法可以處理。有啲專家提出過咧，包括佢可以咧係利用蒸發嘅方式，因為氚咧係好輕嘅，佢係可以透過蒸發咧係去到呢個大氣層當中咧，就唔需要再一次過排海。咁而另外一啲咧係非常之嚴重嘅核污染物咧，包括咗鈽啦同埋硒啦等等咧，其實係唔應該咧去採取呢一個排放嘅措施，因為呢啲咧基本上咧係半衰期咧係超過30年，佢哋唔能夠咧係直接排出海外。今天咧我哋2011年到而家咧即係10多年嘅時間，所以基本上咧都依然有大量嘅呢啲
污染物咧係停留喺佢嗰個污染嘅水缸入邊，所以一旦排海咧，對於我哋整個全球嘅生態咧，將會造成一個不可逆轉嘅結局。所以我哋今日係強烈反對日本將呢個福島核污水排出太平洋。日本排放呢個核污水咧，當然係唔單止影響人類，影響埋我哋嘅全球嘅海洋嘅生態。我自己本身咧都係從事食品貿易嘅工作，咁相信咧對於未來係日本嘅一啲嘅食品咧，相信起碼咧都有一個好不明朗嘅情況。我自己初步可能估計咧，都起碼咧都會下降20%至30% 嘅一個營業額。咁啊，對於未來咧，我哋都會審慎好睇住嗰個食品安全嘅情況，因為一旦咧超標咧，相信對於我哋好多做呢方面生意嘅朋友嚟講咧，都好大嘅打擊。咁喺度咧，亦都有請阿丁光浩老師，我哋再講幾句。好，各位市民、各位新聞界朋友，大家好。我哋到呢度咧，係要抗議日本嘅傾倒核污水嘅呢個事件咧。我哋表示憤慨，唔單止正如我哋嘅幾位地區嘅幹事講嘅，日本咧係好多方法去解決呢個核污水嘅問題，但係佢揀一種最簡單、最直接嘅方法，係排海。咁呢個問題咧就出喺邊度咧？佢用成本最低嘅問題，但係咧影響咗全球嘅人民嘅健康。同時咧，佢將個錢用喺邊度咧？就係增加佢嘅軍備。同時咧，我想同各位市民講，日本嘅一種欺騙咧，大家要留意嘅。佢話有稀釋過嘅核污水咧入海咧係冇問題嘅，大家留意喎。佢稀釋咗啲咩嘢咧？佢係將其中一種嘅元素，核元素叫氚，係稀釋。大家知唔知道？呢核污水裏邊咧有60多種嘅放射性嘅元素，佢係冇去處理嘅。單單將呢種嘅核污染嘅呢種水嘅呢個元素咧，係講俾大家聽有稀釋嘅，但係佢冇講到全部嘅實，所以係對日本種嘅欺騙咧係表示強烈嘅反抗。各位市民，我哋嘅呢種嘅抗議咧，我哋希望咧係能夠持續嘅，係抗議咧日本咧係唔計我哋嘅全球人民嘅健康，同時咧係用一種嘅最危險嘅方法去處一種咁高濃度嘅核污水咧，係希望各位市民能夠咧係持續去關注呢件事，唔單止係強烈嘅譴責，同時咧係要將呢種日本嘅不顧全球安全種嘅危險嘅行為咧，能夠係加以譴責嘅，係多謝各位。係啦，呢個自私行為咧，所以有到我哋咧今日民建聯喺度仲有一個請願。就是嚴正抗議日本亂排核污水。在這裡我們一起喊幾句口號了。日本一意孤行，破壞海洋生態，嚴正抗議日本亂排核污水，日方不負責任，漠視人類健康，日方極端自私，不顧全球安危，嚴正抗議日方亂排核污水。在這裡我們有請日本領事館的代表呢接收我們的請願信。嚴正抗議日方亂排核污水，日本不負責任，漠視人類健康，日本極端自私，不顧全球安危，嚴正抗議日本亂排核污水，嚴正抗議日本亂排核污水，日本極端自私，不顧全球安危。係啦，喺度希望咧
日方政府能够重视我哋嘅一啲声音，我哋嘅民意，我哋嘅担忧。咁咧喺度咧，我哋先影张合照先嘅，系啦。咁啊喺度咧，都多谢我哋各位嘅传媒朋友、各位市民、各位收睇我哋直播嘅市民，我哋咧会继续向日方政府同埋香港政府去沟通反映呢个问题，表示我哋对呢件事件嘅强烈嘅关注。我哋今日嘅请愿咧系到此结束，多谢各位。咁啊，兄弟姐妹可以系啦，可以影相嘅，可以补翻啲相先系。我想这个的情况政府也都因应着最新的发展，已经公布了去禁止十个县的海产类的进口。我们觉得这个措施暂时都是一个合适，也都要因应最新的状况，到时我们就会透过我们立法会议员、地区的干事，我们也都会适时继续和政府保持沟通，也都是以市民的福祉为最大的依归的。在這裡也都希望呢，其實真的我相信香港呢，香港人都非常喜歡吃日本的食物啦，就是sushi 啊、壽司啊那些，其實我相信很多市民都喜歡吃，也都呢，這個是很大的產業鏈，由源頭和由到食肆，由供應商到批發商到食肆，都是影響一層一層的不同的一個界別的利益的。咁啊，對於我相信，對於我哋可能業界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擔憂啦。咁啊，因為亦都估計食品批發方面咧，可能都會有一個好有明顯嘅跌幅會出現，因為相信喺一段時間會震盪期。我哋希望咧就係政府咧做好食品安全嘅把關，咁啊令到咧我哋入口嘅食物咧，我哋大家都有個信心。咁啊令一唔單止嘅，因為啲海洋啲水係到處漂、到處走嘅，咁啊，所以我哋希望咧就係我哋政府做好把關工作，我哋業界咧亦都自己自律去提供好個來源地發供應商嘅發貨地，咁咧亦都做好嘅層層嘅監察咧，令到我哋受影響嘅程度咧可以減低啲咯。咁就有漁民就話提出希望有一啲應急嘅基金啦，就希望可以賠償佢哋，或者可以幫助到佢哋喺呢個時候可以有更加多嘅幫助。你覺得對於呢個係有啲咩睇法，或者會唔會向政府去？我相信咧呢一方面咧，其實咧我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咧都喺唔同嘅場合啊，喺立法會啊，都係講過好多次嘅。其實因為特別係我哋漁農界嘅朋友，其實佢哋係受嘅打擊咧都好大，因為佢哋始終出海捕魚啦，亦都或者佢哋喺自己養殖場咧，都可能會受到呢啲海水嘅污染，從而令到咧可能會都佢嘅可能有機會一啲嘅含量有機會超標。咁咧呢個咧亦都係對於我相信有基金去扶持下我哋漁農界嚟講咧，其實一個好適當嘅做法。亦都短期嚟講就係最好就係政府咧，亦都係同我哋嘅日方政府咧加強個交涉，咁啊表達我哋其實影響我哋嘅一個從業人士嘅擔憂。就即係有國際原子能機構之前就有個報告就話，即係除咗排放落海之外，其他方案即係例如蒸發之外，其實都唔係好可行。你自己有啲咩睇法或者有啲咩回應咧？其實咧嗰個國際原子能機構嗰個報告咧，我相信咧因為我哋都聽過阿梁美儀教授講咧，其實除咗呢一個蒸發之外咧，最好嘅辦法咧就係將呢啲核嘅污水咧去永久儲存喺一個密閉嘅空間當中，因為咧而家日本政府所採取嘅辦法咧，其實就係希望有一個最便宜嘅辦法去處理呢啲咁樣嘅核污水，而嗰個報告入邊講到嘅好多種譬如佢有講六種嘅呢個核污染嘅物品咧，其實喺佢嘅嗰個過濾嘅過程當中咧，未必
必能夠全部咧係可以全部過濾啦。咁而另外更重要一點咧，就係我哋頭先提到30年不斷排放呢個過程當中，而佢嘅排放方式咧唔係先檢驗後排放，而係先排放出大海，再喺個大海入邊採取呢個水板樣本咧去抽驗。其實呢個辦法咧係最危險，因為咧當一旦已經有一啲污染物咧洩漏咗出大海咧，其實係不可挽回嘅結局嚟嘅。咁所以咧呢個辦法係一個絕對唔可取，亦都係一個日本作為一個先進嘅工業國家啦，亦都係佢一個發達國家嚟講咧，佢係唔應該咧將全球人類嘅健康咧置諸不顧嘅。其實喺旅遊界嚟講咧，其實喺6月份已經有消息出嚟嘅時候咧，已經係受到好大嘅影響。其實就係日本嘅旅遊，即係嗰個線路咧，其實都係復甦得好慢，因為大家都觀望住嗰個最新嘅發展。咁但係咧喺琴日啱啱消息出咗嚟之後咧，其實我哋有啲行家專門做呢個日本線嗰啲咧，都收到一啲即係取消嘅查詢啊。同埋咧，即係要求可能係咪可以唔出發啊，或者改去其他地方。咁而家因為最主要咧就係話呢個係政府嘅單方面行為，都唔係一啲災難性嘅。喺保險公司角度嚟講咧，其實呢個取消係唔受喺保障裏邊，因為唔係叫做天災人禍。咁我哋都要了解翻咧，究竟即係保險嗰邊點樣去處理，或者旅行社點樣去處理，同埋最主要個持份者，因為喺所有嘅航空公司或者當地嘅酒店或者當地嘅餐廳，其實都冇講過話可以俾你點樣去處理，有個標準出嚟，係啦。有冇其他？好，唔該曬。Thank you。